时光光列车到了111年，瑞芳站快到了111年，要看你要停了耶。哦，真的是10月14号。瑞芳站北9:19，10:54。北无发车就沿香港苏澳。瑞芳快到了 ，We are now arriving at 瑞芳。瑞芳，瑞芳的青鸟花村了。快到了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。还要等4:22跑了。因为一个，但区间快一定会比较快。我11:50可以进站了。那我就先回家好了。他们说昨天有停电，我昨天不在，所以那家有什么在。下面干嘛？咱们走到点不到就，原子就慢慢瑞芳站停靠了。耶、yeah, ，我喜欢那第二月台，停在第二月台。瑞芳站停靠。对，我发的就很严重啊，是吧？开启车门。哥哥，他的命怎么那么凄惨？连续待命两场，他的笑你快气笑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去流浪了，要看到我的东西。我要去流浪了，你有看到大包小包吗？花季的话呢？没有啊，今天取消，然后被抛弃，被砍了一刀啊！你要取消吗？还是要去？上次问过你啊，就原本别人要去哪里把他弄好，结果他救了。你还记得吗？谢谢各位，那下面干嘛？咱们都掉不了脚，刚才知道见吗？